几点了？你还不睡觉啊？啊！该睡的不睡，不该睡的跟死猪一样。哎，死猪！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喂，怎么了，希望？把手上的戒指吃了。他把你戒指吃了。那是我最近瘦了，不知道掉哪儿了。把它抠出来，来，抠一下。希望，希望你真的吃下去了。能不能抠出来？希望，希望，来，能不能抠出来？走走走，去医院吧。 没事没事，妈妈再不会啊！都别着急啊！什么都别着急啊！我刚刚都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戒指要是卡在气管的话，是要做手术的。妈，我不要做手术！到底我不要吞下去！别吓唬他，那小孩儿懂事儿。行了，你开你的车吧，你别管了。